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庄。今天我跟大坤准备带着孩子，跟着我公公婆婆还有姥姥，然后我们几个去最近哈尔滨最有名的海景观海去。这家伙莹莹第一次从车里往后看呢，老开心了，就看后面那个车怎么的追上他的，老高兴了。这个就是松浦大桥了，我们要去的那个江边看海就是要经过这个松浦大桥，是不是？对，过一次照顾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江北了，已经看到大片的这个江面了。现在大坤正在等红灯，不知道那个想我们要看海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啊，感觉已经开了20多分钟，那得过个桥。他这会儿已经能看到大面的那个江面了啊，应该离我们那个要去的地方不远了。这会儿怎么还这么多船呢？像一个渔港似的，但是还不是，啥意思呢？这块儿现在我们这也不知道开到哪儿了，也不知道这块对不对，反正这块江面是非常非常的宽呢，然后看的好远好远，那会儿才有一点点绿色的，就是地面那种感觉，接近于海天一线了。你看这会儿还有那个钓鱼的，老多钓鱼的了。看这会儿多好，人少，风景又这么美，根本就不需要戴口罩。莹莹也下来了，看景来了。哎呦我，就这个车上水位有点大。你看那个摩托艇过来了，看不着这一堆，能看见吗？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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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小点儿，嗖嗖快，刚才在那边唰一下就开到这会儿来的。他那会儿还有那个光腿在那儿捞鱼的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捞着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，就是你们捞了多少鱼了？捞的虾啊，捞的虾，我能看看吗？我能看看吗？我录一下。没事，你先喝。哎，谢谢。没有鱼啊？没有鱼啊？捞去。捞玩的，捞虾。啊。这块虾还不少。儿子，你再给他捞。虾不少啊。看看这里面都是虾。啊，底下那一层都是虾。对，都是虾。啊，那虾还挺多的呢，哈。啊，虾多。你们早上是几点来的呀？刚来。啊，刚来，刚来就捞这么多了。连10分钟都没有。那是我们来之前你们就刚到这，是不是？哎呀妈，真好。哇。哎呀，有一个小宝宝。哎。有个小美女。昨天我们搁红灯水库捞那么多。啊。真好，但是这边没有鱼哈。只有虾，看，他们就比我们早来了十几分钟，就捞了那么多虾了，一塑料兜底儿。我公公在这支杆准备钓鱼了，他说这没有鱼，他们就是比咱们早来十几分钟，捞了一塑料兜底儿那个小虾。大坤现在也开始拿个网搁那捞了，人家那是都是光脚丫子，下稍微往下点，他这穿个鞋撅的。反正他的网也长，反正有吗？有虾。多大的虾？我看看。我在江边呢。我先出来了。他一会儿这里是不是得搁点水啊？嗯。妈，这虾真大呀，得有我半拉水盖那么大。接捞，我公公还搁那嘎钓鱼呢，这是钓着大鱼了吗？这鱼盖拽不上来了，看着。咋整的呀？你说大坤逗不逗？人都是在这捞虾，他拿个网搁这嘎等鱼。他说一游过来一个鱼，他夸一下就给他捞上来。来了吗？别吵吵。告诉我别吵吵。我看你多长时间能捞这条鱼啊？哎呦，我公公钓上一条鱼，快看，还动呢。哎呦我天哪！给他的那个得放到哪儿啊？这个鱼啊？桶里，看看这个鱼。刚才那人说这个江里没有鱼，只有虾。咱们钓上几个了？钓两个了，这么一会儿。
还是有，他那个光拿个网他也捞不着啥，他那不专业。对。哎呦，扔里了，能看见吗？那油呢？看不着，油呢？我们今天下午在江边坐了一下午，看了看风景，吹了吹江风，现在已经往回走了。睡没睡觉？莹莹下午没睡觉，中午没睡午觉，然后现在已经迷糊了，睡了。